嘛啦？爸爸他去买饮料，一下就过来啦。一下子没看到爸爸，就拼命的跑出去，一边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不要我啦，不要我啦！”这个小宝，回来，等一下公公就回来了啊，好不好？不要去不，放炮来了不？那里放炮来了，放鞭炮哦。老师要去找他爸爸。回来，等一下爸爸了就过来了，吃饱饭他过来接你的啊。哪有不要你了，要要宝贝啊。啊，又发气了，又发气了。哎、啊、起来，快起来。你不要妈妈，要爸爸。嗯，要跟爸爸。要回去了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呀，外公外婆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呀，你要回去爸爸家，要回去了，要回去，嗯，这个小宝，哎呦，跟爸爸感情这么深啊，这小宝一下没看到他爸爸就闹着要他爸爸，然后说回去啦，回去啦，要回爸爸那边。哎，等一下我爸妈就回来了，等一下晚点再过来接他回去吧。老是吵着要他爸爸，不哭啊，等一下爸爸就过来了好不好？等一下爸爸就过来了好不好？哟，这么想跟爸爸呀？哦，你去哪里？你不要跑在那边，爸爸不在那边，等一下要过来了。该死了，一直跑去找他爸爸去了。回来，你不要跑过去，那边有山的哦。等一下爸爸就过来接你了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啊，我走了，放炮来了，那边哦，放鞭炮来了，快点过来，快点放鞭炮来了，快跑过来！哦，放鞭炮来了！哦，过来！哎呦，走回去了，回去。告诉你，他等一下就过来了，去那边买东西去啦。去哪里？听话了，呀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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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告诉你，爸爸等一下过来接，爸爸等一下过来接，该死了。现在小宝老师要找他爸，我都带不了了，他一个都不要，就要他爸，现在谁抱了没有用。谁抱都抱不走，只要他爸，一个都不要。看一下，只要他爸喽，要往那边方向去喽。哦，既然他知道他爸那边是往哪边方向去了，是往这边方向的，他就一直拖我往这边方向。这个小宝他精得很啊，他还知道他爸的家往哪里走啊，你看。等下爸爸过来接了，好不好？不哭了啊！